要去滑泰，但明明现在的方向就是往西啊。是，我说是要先去吃饱，节日快乐。哎，母亲，是母亲，这样你有发说是不是？然后依旧有 dress code。dress code。这时候是条纹条纹，我是黑白黑白，它是蓝白蓝白，然后牛仔裤，我是宽黑裤，然后阿 K 包，他东西就放在我的包里，对，而且日常，自己不带包，包放我这边，不然你带包包的衣服，放我的东西，奇怪了，前面的狗是什么狗啊？野狗还是什么狗啊？Oh my god！ 两次一样野狗在过马路。Oh my god！ 好可怕。好危险。Oh my god！ 你 ，Oh my god！ 另外一只去哪里了？哇！哇！这边不是 safari 呢？这边是十字路口。对，他们有在看马路哎，你有看到吗？他们互相在看，说对方有没有跟上。嗯。他刚刚过到一半，发现他不见了之后，他就要看他，要等他。嗯。哎，换我们过了。哦，好，蓝天白云哦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蓝天白云。我以为是一天的反射。没有，要换入场了。去五楼吗？瑞典餐厅是吗？什么炖牛肉来着的？炖牛肉什么意大利饺还是什么波兰饺什么饺之类的？要烟熏鸡肉吗？意大利面挺好吃的，今天这边挺好吃的，没有什么素味。不要喊他缺的意思，你在干什么？
水鱼条，跟我是心念念水鱼条，想吃 fish and chips， 但是被拒绝了。他 combine fish and chips， 嗯，好吃。虽然很空洞，但是好吃。嗯。那个婴儿在看我哭过哎。他很乖哎。沙宝宝，沙宝宝，可是有点饿，他摆得好饿。我选择把它。你要食用了是不是？那是马铃薯。马铃薯包在饺子皮里啊。前面很饱满，后面空的，好饿。那个饺味道好怪哦，饺不好吃。舌头超懒吧？它不是湿湿，湿湿的。它就算不是湿湿的，也会舌头懒懒的吧？半个鲨鱼包。我也要吃，音色一下。那被吃饭被音色。哎，你看它是火腿都已经变蓝色的了啊！是，跟你说会蓝蓝的。好可怜的。也没那么可怜。你是不是好像长痘有点大？好吃就是问国家的好吧，他问了，嗯哼，你都没兴趣。嗯，好吃，嗯，好吃。干干嘛？把那个酱汁喝掉了。嗯。要不要帮我开十口？然后，那我干嘛在帮我乱吃？这个做事，那门都还不会做事，会找做事人吗？饿得要死。好吃。谁唱歌那么难听啊？干嘛脾气那么大？这好像是老人家，这好像，这好像是 CD 哎、欸，这好像是 CD。干嘛来？受不了。爆气再冲进去。啊？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你给我找袋子出来，是不是有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？到底？说我那签单在里面，说没有没有，我们忘空的。袋子我拿走，你看白眼不会做事是不是？我去，最近都没有换歌，难听死，喇叭声，干什么？天不够热是不是？台湾不够热是不是？真的很热哎、欸，这道都出来了。
差不多，结果120块。不要这样子，结账去。双十二免运120块，结账去。结完账，去下一家。